再次感谢各位尊敬的领导和亲爱的朋友们来参加我的发布会。最后，我想和大家再分享一个故事，一个关于我的故事。我也不知道我的口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我只知道很多话我都说不出来。因为口吃，我搞砸了很多事情，直到我遇见了他。你好。错了。错了。你来。其实你也应该知道我的心思，但你却总也视而不见。这一次，我可能真的等不下去了，因为我家里的原因，所以我将不得不去别的城市上学了。长相思兮长相忆，短相思兮无穷极。早知如此绊人心，何如当初莫相识。难藏热恋及痛悲，多年情不知怎说起。在何地仍热痴关心你，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。他方天前途或有白雪飞，假如能不想别离你，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，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，牵手握手分手挥手。
我还是没能说出那句话。千寻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你走的时候我就在车站，可是我就连挽留的话都说不出口，我就在原地，我看着车就那么开走了。我转过身去，我痛哭流涕，我跑回了家。从那以后，我就拼命的练习，因为我不想再因为我的问题失去你。千寻，这个公式是我当年写给你的情书，可是我没有勇气送给你。但是今天在这里，我鼓起勇气。千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这糖我给你准备一辈子。